休息完回来第二节的知名论时，话子薇继续讲下胖君呢粒星同其他星同宫的时候出现啲咩情况嘅，问麻烦师傅啦。咁啊，胖君咧，我哋可以俾子薇去带领啦，系嘛？咁喺边度咧？系得两个宫位嘅啫，就子薇破军咧就对天上啦。嗯，就喺丑未宫。系啦，咁啊巨门就守命咯，啊。咁啊，福德宮咧就係咧嘅同梁嘅，嗯，咁嘅組合咧，咁啊都係水土相合，咁啊今次咧就代表咩咧？係一啲即係腎俱樂啊，都係即係生殖系統嗰範嘅，嗯，咁啊如果係女性嘅話咧，特別係代表呢個婦科暗病，咁啊話明暗病嗰陣時你唔。所謂感病就係你唔理佢咧，可能佢未必有啲咩嘅信號俾你嘅。嗯。一有信號嘅時候咧，就去到冇得掹嘅啦，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嘅。咁啊，如果見到桃花同埋啲煞加埋嘅話咧，就注意呢個性病啊。咁啊，即係會你會有即係有信號嘅呢個，即係好痕。咁如果係廉貞化忌嘅話咧，仲準啲嘅。咁啊，即係即係俾一個俾你知啊！呢個啊，咁都好過唔知嘅，咁就嚇。點解冇桃花咧？咁就都係皮膚病，不過就因為冇桃花啊嘛，咁可能就係因為皮土受濕啦。咁即係濕土，濕土咪滯咯，滯唔行啊！啲水又行唔到係嘛？啲土又唔夠乾燥，咁變咗就皮膚都係有問題嘅。啊，至於係用乜嘢病嘅皮膚病咧，因為好多種類，咁啊個個都唔同可能啊。咁如果會擎羊咧，呢粒又有，我成日都話把刀啊嘛，會到呢把刀咧，咁就通常都做手術噶啦，係通常都做手術，睇下邊個範疇嘅手術為主嘅。咁啊咁女性咪婦科咯，係嘛咁樣？如果即係正常，可能就係呢個腸啦，又特別係每一個時代或者城市人同鄉下人都唔同啦，係咪啊咁樣？或者破傷都得㗎嚇。咁啊，即係口吃，口吃，神經緊張，即係講嘢，即係唔得順暢咯嚇嗰啲咁樣。咁啊，如果見火重咧，即係好多星係屬火嘅話咧，咁就直情去到即係神經系統嗰個範疇噶啦啊。咁啊，去到譬如即係緊張得就過敏啊。咁啊，呢啲就比較虛耗性啲啦嚇。咁就又因為我哋都話破軍係虛耗性噶嘛。咁啊，所謂心神不交啊、血氣不和啊呢啲咁樣樣。咁主要咧就調理個心境啊、心態啊。啊，冇見到乜嘢都有你冇你，自己嚇親死咁樣樣啊。咁啊，煞忌仍要重重嘅話咧，甚至重到咧就精神分裂啊，咁樣都有機會噶啊。咁即係黐線噶咯喎嚇會。咁啊，即真係有人黐線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要留意啦。全球首个道教电视频道《道通天地》，www.taoist.tv。